本经叫《无量寿经》，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啊，宗就是修行的宗旨。啊，这一部经修行用什么方法？啊，就是用一向专念，啊，用这个方法。那么因上二者不可分割，啊，前面所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两者不能分割，啊，它是一体。为什么呢？发菩提心是心，是愿。啊，真性切愿，一向专念是行，性愿行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。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三个字。欧益大师著《弥陀经要解》，啊，要解里面呢就是以这三个字为核心，啊，你看它的三分，续分，它分的三段心愿行，正宗分也是心愿行，后面流通分还是用心愿行，啊，欧益大师要解讲得好。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，即使古佛再来替阿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啊，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大势至菩萨如此赞叹，欧益大师什么人呢？啊，虽然没说出来，我们心里有数了。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肯定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佛菩萨慈悲也，知道末法众生业障太重。啊，堕落不能说十之八九啊，几乎全部都是堕落。啊，真正能够念佛往生的人非常稀少。啊，所以世间才有这么多的灾难。啊，念佛往生人要是多，这个世间不可能有灾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前面讲过，念佛的人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，最有福报的人。啊，中国古谚语有所谓，富人居福地，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住在这个地方怎么会遭难？